大家好，我是小张跳，今天出来钓鱼了哦。先带两个老板来钓鱼啊。现在潮水还没到，活虾钓组啊，双虾钓组。8斤多的，哇塞，这个厉害的，这厉害的，啊，一条大白了啊，第一条先进账啊。下去好了。
不要啊你们。人品不好，变成鲤鱼的。我以为黄鳝哩。摇得上来的我还当兵。能吃条黄鳝已经不容易了。吃到会哭了。黄鳝啊。看不到了。大大小小钓了这么点了，好看了好看了。今天大草鱼不多了，还行啊。哎呀，还是这个黄鳝好啊。黑钓，大黑钓。一天又结束了啊！五一假期船太多了，船太多，鱼也不好钓，没钓几条。两个老板第一次来，也钓得还不错。刚开始用的他们自己的线组，不会咬。后来我给他们了几副线组，就开始咬了。两个人都钓了十来条，十多条一个人吧。鱼个头有点小，大米鱼还没来，估计过几天就要来了。那明天继续哦，明天继续出发。我们明天见，大家拜拜。